第八个问题啊，在家居士称呼在家居士啊，助念团长为师父如法吗？可以。啊，不但是在家称在家为师父，我们是出家人。李炳南老居士在家人，我也称他做师父。我跟他学经教啊，那他真的是我的师父啊。啊，用佛教里面称呼呢，称和尚。和尚是亲教师，啊，他亲自指导我。啊，我们称他是和尚。啊，这是绝对正确的。啊。这个一定要懂啊，这个称呼的意思要懂啊，又何况在家对在家，哎，只要他指导你的时候都应该称老师。